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会皈依三宝。下礼尊严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众尊，皈依精卡，师从众尊。下礼尊严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众尊，皈依精卡，诸众众尊。下礼尊严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众尊，皈依精卡，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55页，倒算第三行，菩萨庄严，这句是经文，下面念老给人注解。这句经文是集注宋译，五种原译本宋译，顶面有面色圆满，菩萨庄严。那菩萨庄严这句呢，其他四种的版本拢无的，唯独啊宋译啊才有。这句呢就予人在处了。规个本来即内底呢，就是空经开一本，有色身诸君，亦有清净光眼微微，这个呢，嘛就是面色圆满的意思。面色圆满，这是啊，总说，细说呢？就是这三句，下面就刷到菩萨庄严，显示空中啊化佛无比殊胜。念老的注解顶面讲，表佛面容所奉妙。光明中，佛的面门放光，光中啊，现十方佛土，禅呢啊，就是啊，佛国土，那这地不是现。耶路世界，是现出十方一切诸佛刹土。那像咱来看电视，电视屏幕顶面全拢显现出来了。应现十方出土之庄严菩萨，在家
这解释这七字的意思呢？我华文古籍第二卷都讲了，初文点，这是咱中国，咱中国人所讲的禅堆。即一佛说：“王后呀，一尊佛，你所教化的国土啊，有一佛刹，啊，佛行是殊道。”菩萨嘛如是，永远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有事。经典名称王，这个王啊，都是譬如啊，是尊称，亲像一个国王，统辖伊的。用血成为红土，现在就是国家所统治的范围。那出这个界线是其他国王所统治的。有一佛土，故地差这佛土，佛故之意。西方阿弥陀佛的国土，听这意思，下面送一个。下文是如是功德得彼净有，这是啊，甲咱讲，世尊。每家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众生讲，为大家介绍一个出口的路，出究竟苦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第究竟乐。就是极乐世界啊！一切诸佛教学的总目标，就是这句：离苦得乐。啊，苦的根源。是六道，对了，在六道里面，苦不堪言。六道里面的生灵天，这是真侥幸呀，真稀有呀，真难得啊。做大多数的时间，拢伫个三途，咱看着地狱、富贵、精神，这三恶道。佛讲这个话，咱小看
设立更高的同学。永清如来不难体会，为什么呢？六道是果报啊，果必有因啊，因是什么呢？因是念业，不善业，所感到的果报。我伫经教的顶面教导人，宇宙事实的真相是一切法从心上生。这句话咱会记哩，心清净就现净土，心念污就现秽土，心善现三善道，心恶就现三恶道。外面境界总是随着你的念头在转，那由此怎样念头重要啊？变化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之所修，拢是家己做的。与任何人拢无相干啊！啊，别人坑你，别人诱惑你，你伫咧正道，伊是旁门左道；啊，偏离正道，伊来诱惑你，你啊接受伊个，放弃正道。你甘心情愿，这里卖家己负啊！有迄个人无负责任吗？你家己情愿得一起啊，这里卖家己负。这个道理未当啊，唔知影。那这个事实、确实都在咱的眼前。你对早到暗，时时刻刻会去拄着。你为什么遐尔简单的受人诱惑呢？是因为你的烦恼习气太重了。你的正知正见太薄弱了，有迄款一点啊，未堪你名门利用，财色名利，未堪你这个诱惑啊。啊，所以，有好的人聚会，念佛的人也未少。啊，真正会离苦得乐的人，真少啊。就亲像《弥陀经》上所讲的啊，不可以消善根，消福德。消因缘，迄、那个消字是灌落去的三句，袂用你以消善根福德因缘，袂当啊消善根，袂当消福德，袂当消因缘。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拢苦足难呐、啊。台湾有一位大教授南极富，
伊咧读大学嘅时阵，参加主工或者工作，阮就真熟咯。伊捌问我即句话，叫做世界为什么会遐尼恶妄生？我著古弥陀经上即句话，甲伊讲，我讲你想看卖，一个人伫这一生当中，这三个条件具足咯。善根，什么是善根？真心叫做善根，净土三祖牛第一个心啊，无丝毫怀疑。那第二个福报福德，福德是什么呢？真正愿意去叫做世界去，这个人大福报啊！伊对这世界阁留恋，无想要去，无福报啊！伊只有这一点啊小福。在家乡，伊就真满足咯。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也是世间第一大福报，第一大智慧。接触到呢，啊，就会欢喜，因缘啊。啊，这三项在这个一生当中同时具足。啊，这男同学现在是教授了，教未少年了。阮到底大概四十年前。如果大专工作，伊是前几届学生，伊啊当时咧想讲难啊，真不容易啊。有几个人会当具足这三个条件？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特别是伫今仔日，正法的研究，邪法的研注意啦，邪法的内面有压着佛的记号，啊，又黑你啊，真容易被诱惑。为什么真容易？因为你无根啊！你虽然学佛无根，真容易动摇。那根是什么？正业三福啊，那就是根啊。佛法的大根大本，是在第一号称尊师的土壤的内底。无孝顺心，无恭敬心，阿弥陀佛来教你，你嘛未得到利益啊！为什么你该听错了？你该改错了？你三心后悔啊！开经记顶有讲，愿界如来真实义，哪有遐容易？
有几个人可以改如来真实意义呢？如来达理达故，就是啊，真如自性内面流露出来的。怎样会接受呢？要用真如自性就可以接受。哇，这句话说用真心啊，真心清净啊，平等啊，恭敬心，啊，就是这个心意啊，恭敬，是对清净平等心里面生出来啊。伊啊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真轻松啊，听你已故。这个听到明白，这个听到感悟，业障立刻就消去，智慧立刻就现前。真是智慧心啊！真是福报，凡生净土。这是世间第一大福报啊！为什么你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？这个世界上70多亿人，多一人会成佛呢？为什么会当成佛？善根福德因缘不足啊！学会的同学有无？有啊！念佛的同学有无？有啊！不足。只有几分而已，若是说我们在说60-70分就及格，有1分2分，所以难啊。我们在人生文佛法这机会太难得了，这是信愿持名的先决条件。那讲你这一生不得人心，别来咯。那佛法你听无，也是都去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是无止境呀，无边际。你就要创个多一生，多一劫。才有一摆机会去拄着，那咱嘛是多生多劫，这一生拄着佛法咯，无容易啊！啊，真正知影讲无容易，伊就珍惜咯。这个机会是唔通错过。不是千载难逢啊，万载难逢啊，这是无量劫来已有难逢的一天。这无量劫来啊，这画片这请技师讲的啊，佛今仔日要开演这个法门，第一稀有之法啦，这古爱的记忆，为什么？真正会记忆，定定记忆，这感觉家己太幸运了，
这真正发起的意愿，哇，这一生袂当空过啊！哇，一定要改掠掉的。都亲像玄德大师在《观经四帖疏》顶面啊，上品上生中所讲的，有人来坑你，大贤知识啊！天下的人拢尊敬的啊，拢向伊学习。我也有一法，比念佛这个方法也更加殊胜。念佛袂当消业障，我这法会消业障。伊是马上动摇了，马上要改悟。这是什么呢？见异思迁啊，啊，在这个第一稀有法门，伊有怀疑，伊毋相信我这是第一稀有法门。别人讲要把行法门，伊相信，伊接受咯。啊，你这条路，你就通到成佛咧。伊甲你引诱去边啊去咯，又个引诱你去轮回去踅来踅去啊，可怜呐、啊！经教内面讲，可怜面者多一类的人，都、就是这类的人，真可怜呐、啊！真无容易望到这条路，轻易就甲放弃啊。啊，啥人掠会着呢？你喊老和尚的徒弟啊，布袋师掠着咯。还嫌老和尚掠着呢？大佛是两个出家人，一个在家人，还嫌的老母无出家。伊嘛是一生念佛的自在往生，这些人拢掠掉的。啊，这个小米平常就三四个人在打，个人啊拢有成就，都是最好的朋友啊。观经顶面讲，这大善知识，你来劝你，你该顶礼感谢，我多谢你。我修到这个持名念佛，我未过改变咯。啊，多谢你的关爱。感谢你是啊。唔通动摇啊！大善知识，那拄着这修行正果，正着二个三个来劝你，啊，你嘛甲拒绝啦。啊，来一个菩萨，菩萨劝你，你也是如如不动。释迦佛来了，对阿弥陀佛亲身来了，甲你讲，我有一个法门，离性缘持名也搁较悬啊，功德搁较大，叫你放下性缘持名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法。啊，这个行人感谢阿弥陀佛，我也是修着老方法，尽愿持名，我无愿意改动。四帖所顶面真长的一大篇文字，
我来坑你，你拢如如不动，你是军亲吗？军亲帝国啊！你哪会讲未成功的道理呢？现在唔免呀，阿罗汉菩萨佛唔免啦。现在皈依来现神通都给你买着了，到时阵佛的话你无要听，听鬼话。你讲可怜啊，无可怜啊！所以这经常讲的啊，第一稀有之法，这部经，你敢要去看白破呢？我对华严、法灵严、大地陀论。如《卡斯地论》《大经大论》，年轻的时候真欢喜呀！真正看有了第一稀有之法，我把这拢放下了。因公欣赏佛劝我，我了解了，我接受了，我想应下而放回法啦。法相应下，我把华严法华放下了。放世间法，世间法，我的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非常遗憾的是。现在人看传统文化内底有精华，也有糟粕，我听了心内真艰苦啊！为什么古人的糟粕嘛是了不起呀、啊？为什么会传五千年呀、啊？糟粕会当传五千年啊？这个。那不得了啊！糟粕早就让人淡掉了啊！一代一代，五千年无得呀！啊，你那是认真去想看麦，你就明白了。五千年啊，这个典籍经过偌济人的眼目。伊也拢无看出伊个毛病，该删掉、去掉，一代一代阁传到今仔日。初步嘛是精华，伊会堪咧历史的考验。啊，你个物件是毋是有这能力？是毋是会堪咧历史的考验？伫五千年了后，你物件是毋是当留落来？可能一字都无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《精华篇》对三皇五帝到清朝末年，啊，为什么因的物件会当保存落来？因留落来物件呢，就是自性啊，本身内底流露出来。啊，老祖宗所讲的，本性本现。佛讲自性，本性都是自性。对自性，老物件是真的，真心老出来纯真啊。
袂因为时间的变，也袂因为空间的变呢，伊起来知啊，不生不灭啦。伊毋是对分别啦、梦想来对导出来，分别梦想是八识五十一心所，我称这下拢嘛是叫做妄心。妄心物件是有生有灭的，迄个初步啊，伊袂堪你考验的啊，佮阿家讲的真理。定律，不过经过十几二十年，新的科学家发现咯，把伊的这个真理推翻咯，互人推翻的叫做错破，未互人推翻的，迄就是真理啊。也唔过，其那啲真理，可能推翻咯。好是真理，因那啲人反对好多，啊，经是真理，情是真理。现在人都无咧讲咯，我那生死都袂当趁钱啊，要趁钱一定要骗人。行，无适合这个时代；好，嘛无适合这个时代。名义。内地心无下这时代，这时代人无讲信用，专门看啥人会通骗啥人，啥人本事大，啥人骗得较侪。社会行到今仔日，人人无安全感，已经到家饮食无安全感。医疗无安全感，破病用的药物，药物也无安全感。你讲人偌可怜呢？啊，正能量的价值观呐，无爱咯，要用负能量的。处理代志啊，这个小个行路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灭亡啊！啊，中国这种正统的能量，是安定无害。上帝求安，永续的幸福，大家无爱了，用这偌可怕。啊！要安怎来拯救这个世界呢？这不是中国人讲的，中国人无这个分量，大家看不起啊！啊，换一个英国人来讲，
20世纪，伊是20世纪历史哲学家，英国登比博士，啊，伊讲诶，拯救这世界，只有中国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。啊，孔明学说、大乘佛法拢伫中国，这是中国古人所讲的精华。那、啊、现在人家也看作粗破咯。那、啊、来感恩习主席啊，伊救咱啊，伊也出来提倡，大家就慢慢有一点啊信心。抱着什么呢？半信半疑的心态来观察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近两三年来，有一点啊是好过出现了。啊，有一寡中国人回头了，相信啦，这好代志啊。在国际上，大家对习主席渐渐嘛产生了信心咯，忽然看到一线光明啊。啊，第一个平天下，这个平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这个天下就是指这个国家族群啦。这个地球上真正侪国家，真正侪无同的族群啦，拢会当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这叫平天下，在中国历史上有出现过，不止一摆。上古时代夏商周，伊个时阵中国无一个大一统。拢是小国诸侯，甚至是一个庄、一个小镇，伊就算是一国，伊属于主权国家。历史上记载，周朝时阵800诸侯啊，800外小国，州无大。方圆100里啊，啊，相通比伊搁较细，相只有70里啊。哦，天下所有诸侯国拢佩服伊啊，拢尊重伊，拢向学习，称伊啊为王。夏商周不是实际统一，是文化的统一。所以他们比博士讲了，将来的世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全世界。就亲像三代啊，三代都是啊，夏商周啊。以后迄就是政治上统一咯，秦始皇灭了国了后，统一全中国。中国对这统一了后，一直到今仔也
维持着大一统。这是汤文弼博士非常佩服的啊，非常尊重的啊。统一呢，都未讲有内乱，会有国际上的战争，会有多兵家都会当避免咯。啊，中国的复兴，中国的崛起，将来肯定会亲像这上古的三代，以后的这个寒冬，是文化，得到和天下的。啊，世界国家、种族、宗教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，大家会当过着真正幸福的生活，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相关怀、互助合作。大同之地呀、啊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教育啊，夏商周的统治用教育，中国古代一直到晚清还是用教育，不改变，有非常坚强的民族自信心，对老祖宗尊敬，对老祖宗的教诲，不敢随便变更啊。为什么？伊是几千年经验累积落来，变经就会出问题，出问题就无办法解决了。真正解决，也是要把老的物件提出来。所以说，是讲咱背离老祖宗的教诲，灾难就会现前了。爱回归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的目的，加上回归自性，就是回归本性本善。大学该中名义一句话就讲清楚了：名德亲民，只有至善。明德是体啊，大乘佛法里面大体大悟，明心见性叫明德。明明的后面是什么？亲民啊，亲民啊，都是民族博爱啊。啊，若是伫个思想上，伫生活伫工作，伫统治管理即个国家，方方面面呢，只有自先，生活只有自先，工作只有自先，无论倒一行，拢只有自先。咱中书辅导教育这行嘛是只有自先，
每一行业都只有自身妙极咯，找不出毛病啊。那用什么手段会当达到目的呢？教下为先。咱看每一阵佛的国土呢，佛国土为什么拢遐好？是咱的榜样，是咱的模范。就亲像经常所讲的，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。伊伫咧教学啊，啊，注意去看这四库全书内底拢有记载。清朝开国遐个帝王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。这是清朝最兴的时代啊，大概有150年，安怎兴起来呢？做帝王的人抓头啊，帝王甲儒释道专家学者请来宫廷内面来上课。皇上带着嫔妃，带着文武大臣来学习。学完了后呢，老师讲完了后，皇上带大家啊，做学习的啊心得报告。都亲像咱现在学习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一礼拜一天，一三五礼拜日四天，咱学大经课主，二四六咱同学做会来做学习报告，我安怎学？个心得感想向大家来报告啊，分享。即来都有研究讨论，当时帝王认真咧做啊，也伊下面的大臣啊，多一个唔做咧，个人拢做了。现在咱淡掉200年咯，如果复兴，哪有遐容易？已经改好定咯，改当作粗朴个淡掉咯。现在改对粪扫桶来，再个扯转来，你就想讲这个人有甚物滋味？啊，困难的啊！不过现在爱怎样？现在科学的工具好啊，古早时阵无。皇上伫宫廷里上课，只有即款大臣会当参加，少数，多数人只是听讲传说，无看到。现在有科学有技术，国家领导人，你请这专家学者在大讲堂来上课，经过电视广播，全国的人拢看到，全世界人拢看到，要偌久的时间才会恢复呢？我相信极低2年。紧加一年，
都是达到过去50年、100年的效果。这个传播功夫太好了。那领导者带头，全国都会振奋起来了。啊，我嘛有这个梦想，我这梦想是非常可能将来学校完全用电视、用公盘来教学，无老师了。为什么书主快发了？书主断了？一代不如一代啊！事实在眼前，我这代跟我老师那代差距太大了。我这三个老师，我算是真认真学习的，但是我跟他们来比，无论是德行在学问、在智慧，因啊拍100分，我及格，这人拍10分，有这么大的差距。然后我搁甲下一代来比呢，我有10分，因大概只有1分。那这边怎呢？所以啊，用功德啊来授课。那授课要哪教法呢？基本的课程，再近的课程未当变的。东蒙雍正有10几种的教材啊，拢无断。也拢是日常生活，必须甲观察好。读书有这个军队咯，有这个人生咯，养成习惯啦。你家己多一门的物件，选一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。读书千遍，记忆自坚呐。伊就是逐天啊，盯着这部书，每天个读，变数愈多愈好啊。像咱现在的学无量寿经，非常适合现在人。伊无讲真长，伊也无算短。读少了会当啊，或念了。对头到尾念一遍50分钟，念较紧的40分钟，50分钟一天读10遍，一天读15遍，读10小时，这10小时在修什么？修禅定啊。为什么呢？读书的时阵无梦想咯，无执念，免求解义，只求读个清楚，无念错，无念漏教，只求一个念一个啊，3年5冬，积极自见呐。这本书内对艺术，好连就明白咯。为什么你的心啊清净咯，都透修智慧啊，你的心平定咯，就透大智慧啊，真正感悟个自性通咯，用这方法打通咯，自性
我祖先来面无量的智慧啊，拢透出来，这经全通咯，一经通，一切经拢通，佛法通，世间法嘛通，大乘佛法内底有科学啊，咱这部书内底有。有近代科学，有铁学，你拢通咯。妙啊，真妙啊！佛陀教育，中国传统教育，就佛教影响真大。佛教的教学，即个理念方法传到中国来，都接受咯，都嘛接受咯，乃至讲三教九流。拢接受咯，有到抓头拢中，啊，拢接受咯。所以中国人有智慧，啊，中国人为什么不惊科学的道路？一条路无完满。这条路是危险的路，我个人行这条路险多啊，冒险，用那不好会毁灭地球啊。所以中国无咧行这条路，中国人行人文这条路，人文是最健康的啊。人文币赞成了。那现在一记还画龙经，用这龙药化肥一反对啊。伊讲最健康的龙经是过去迄种人工栽培，最健康的啊。这个事实真相现在已经暴露了，用科学技术培养出来这农作物确实也是不健康啊，可能今天饮食提心吊胆，不安全感，啊，中国五千年来有宅还用的是植物呢，大多数是植物。因为土壤内底啊有化肥、有农药，啊，所以栽培这些啊药材啊嘛出问题咯。这个都有人生的问题带来严重的影响。所以咱读唐文璧博士这些书，愈读愈欢喜啊！但伊个这字笔讲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那读了后，对中国老祖宗迄个信心、恭敬心，自然就生起来了。这是一本好书啊！那我定在想讲，唐文璧博士的著作啊，是非常丰富的啊。伊个一款访谈，伫个报纸、伫个杂志，拢有画照啊。即几年，我拢嘛是咧想，如何会甲伊对用方文怀
这文理，这个啊纲验，该收集做一本书。啊，咱所想要知影的，这嘛是难事啊！我想到日本人替咱做好了，欢迎感恩啊！这本书传到中国，中国人翻译出来，把书的名改了，因为原来书的名是图文币的。中国观，然后我这里有一本，中文币的中国观，这是原文啊，日本人写的，用日文写的。那伫中国翻译的，翻译这本书，名称就是《你来属于中国》。这句话是汤文碧博士家己讲的。伊伫晚年非常强调这理念，你来的世界是中国人统一的。用什么统一？用文化统一。咱会当啊理解啊，伊啊这种观察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，特别是夏商周三代，甲后面的政治统一了后。汉唐每一个朝代出现的太平盛世，啊，中国周边的列国，这些小国家拢总来归顺中国。中国人无用武力，无强迫，叫因来导航，什么拢无，主动来啊，完全是仰慕中国统治的。道德，这个方法，因背后啊，五体投地啊，主动的来学习，来请教。伊讲将来世界是这款的啊，特别提醒，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核心。要三个卫星文化，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这三个国家和中国往来2000多年了。那这三个国家过去用的文字是用汉字，用文言文。啊，因跟这个文化有侵害军啊，这四个国家那是讲团结，对文化的团结咯，对影响全世界。啊，那是全世界人的幸福。战争灾难永远都拢未发生啊！啊，伦理道德，人格性贤教育，诶，推广就是到全世界，把地球创造了盛世啊！
啊，如果世世代代把教育办好，这个盛世千年万世，地球就变成天堂了，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了。咱对这有信心，当阮闭晚年念念，逐工念想这问题，诸比到极处咯，有真实的智慧，带予咱真实利益，咱好好认真学习啊。啊，咱看这部经《净宗法门》第一稀有之法，中国传统文化伫世界上第一稀有的文化。哇，可能创清楚、创明白了，伊来教导咱，咱起死回生都还可以啊。这是咱读到这句，感触非常深啊！下面讲了，个现是天所未见之类。阿难尊者是佛的使者，你佛一拜讲经以情况讲现随，这个随上过去，从来唔捌看到。第一稀有，我说这个法门就是第一稀有的大经。古本经中说法，从写以来，这阿难尊者讲的，说明正见，你得渐养生稀有心，主表阿难虽究是佛切，但如是随相。简说啊，未见阿难是佛的使者，大刚拢无离开佛陀，佛陀奉公献随，伊看了真多，但是亲像遮尼殊胜的，毋捌看到。在佛的奉公当中。里面会去看到十方诸佛刹土，所以是修心见此光明，心中欢喜，来去有难做之相啊！咱来看下面的这段啦，礼赞定数。先看到伊个礼敬，即将做起偏袒右肩，中规合掌。啊，咱看念落个注解，有时阿难对做礼起，加西皮特袒落右肩，出名偏袒右肩。来比丘自敬自觉，偏袒右肩是台面。佛有什么指示要叫伊去创什么？伊动作敏捷，跪的时阵一脚跪咧涂骹，起来较方便。已经准备好了。伊袈裟本来是包伫身躯，用做事无方便，露出一个手骨来做事就方便。这是最恭敬的礼节，
合酒用者合酒有两种之十字，故又名合十。合酒是什么意思呢？印度以合掌啊，表敬礼，表一心专注，就这个意思。就去正他表心善乱啊，心善乱合一，把所有的这个妄念杂念噶放下，专心注这个意思。用这个代表一心啊，专注啊，恭敬之余，下面阿难就讲话了，请教丁叔，这来对分两小段，第一段最胜其德是赞叹。离别复言，世尊今日立大集定，诸基德法，诸诸佛所住道殊之行，最胜之道。咱看念落的这个注解啊，也是表别啊，对象别复言，相对下用句告诉现在人，咱看这囡仔小朋友对因的老母讲，我跟你讲；对伊的老师讲，我跟你讲，真袂用力啊。告诉是相对下呀，下对上爱别复言。伫古早时阵，这是真重要的啊，唔通失礼。阿难终归合掌，向佛顶说净化所闻。啊，先赞佛，你待即定，你一切善动，暂时之心，心善乱，动呢是之心。那呢，讲心不起所。这是啊，真正无恭敬的。古代时阵的教学，学生心浮气躁的时阵，老师都袂教伊啊。老师一定伫边啊立定，等个学生心拢嘛定落来咯，身体袂懵懂咯。这时阵才开始教学，所以究竟集中，回之大集，大集顶者，如来所立之禅定。《涅槃经》第三十卷讲了，我无初干。所罗松书，你大集定，大集定者名大涅槃。所罗松书间是释迦牟尼佛自现灭度。啊，伊老大人一生无见道场。平常的生活，日中一时啦，就下一宿，暗时伫树下打坐休息。你是呢？早起出去徒步，徒步回来就去做会。现在讲的是用斋啊，
都是加饭啊。生活非常简单，教学呢也是伫个就卡。啊，老大人离开咱，啊，伫个这树卡，都、就是所罗相思。伫这所在里待一定，就是大半涅槃啦，离开咱啦。啊，待一定这意思真多啊，应该来对讲，这是啊，日本的净宗祖师大德。无量寿经的注解，经解文：普定三昧，即大集定，并是念佛三昧以名也。都、就是念佛三昧，用念佛这个方法得到的这个三昧。三昧是梵语啊，反正中国是三定。各地大集定，通说即为佛之禅定，名大涅槃。要按金经，即指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称阿波罗三昧，为啊三昧中王。啊，今日世尊开演净土法门。鼓励念佛啊，不妄三昧。佛说法先立定，然后再讲。说明佛所说的这一切法，当你达故，是对定中流出来。那经典老子的是什么款呢？伊无通过起心动念，伊无通过分别执着。啊，咱咧讲话都爱小想一下，我应该安怎讲？这是啊，地老意识。这个缘故是意识内面流出来啊。阮毋是，无通过什么意识啊？若到凡夫，是法界圣人呢，都无离开什么意识？幻化身菩萨离开了。转八识成数地，这发心菩萨，啊，所以对发心流露出来的言语是真言。啊，真言是什么意思呢？无意思啊。所以你不但讲有意思，你讲有意思也是凡夫，你无意思。那伊起作用的时阵是无量义啊，经典本身无意思啊。学习的时阵呢，有无量义。安怎讲拢讲会通，伊是究竟圆满。另外发法啦，
无论遇到什么款问题，伊拢会当解决。这叫做啊，尽释智慧。啊，这种智慧超越时间。三千年前的社会有路用，三千年今天的社会嘛是有路用，三千年以后的社会也是有路用啊，永远都有路用。伊是对性德老呀，伊唔是知识啊，知识是有局限性的，要有个何为正？智慧无局限性。无何为正，啊，咱就会知影咯。学佛啦，是咧学智慧，唔是知识。用科学这道的方法，伊是求知识会用哩。学心性啊，这门的学问行未通，科学方法行未通呢。所以心性学问需要的条件，真诚、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。通常中国人较爱简单，讲两字诚敬。诚敬内底啊，有清净，有平等，就是咱的经题顶面。清净平等觉啊，有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动机者，也就是听就听有，一个看就看明白，无需要学啊，伊只要具备这条件。清净平等觉，释迦牟尼佛具备这条件，伊必波罗树卡立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迄年伊三十岁啊，见性了后，讲出遮侪经典，四十九年逐天讲经教学。这么多的经典，谁人教伊？无人教伊啊！你到学来呢？伊也无去学，家己开悟呀。所以佛法无别项，开悟你的自性，你的自性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德能。有无量上好，拢毋是外口来，是你家己本来有诶啊！《楞严经》上啊，佛说：“万万菩提，归无所得啦！”成佛了，有得到无？无，遐拢嘛是自性本有诶。伊毋是心得来的，是本有的。智慧包含知识，知识内面无智慧，无共款。那西方物件是知识啊。科学、铁学拢属于知识，东方物件属于智慧。那科铁是智慧，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拢嘛是智慧。啊，啉一杯茶。
吃一顿饭拢是智慧。这东方文化，啊，伫这世界只有一家尔，一定爱怎样珍惜啊！难得的是主席。从清楚从明白咯。也可能讲清楚咯。故不断的宣扬。那绝对唔通依歇。相信历史会甲咱做见证。哦，青年的成团不是短时间，千万唔通阁有这糟粕之相。啊，有一款方式方法，我今无同款，社会变化真大。中国老的物件，精神永远是不变的啊。思想是会当定去改变，比如今日，古早时最敬礼，佛家是三拜，中国的明清。是三跪九叩首，现在最敬礼是三鞠躬，形式哎现代化、本土化，精神是发性啊，是自性，是真心，完全是平等的，你未当改变的，哎，这个改变就是妄心咯。你袂当动咧，所以有利有输，思想会当随缘，理想袂当改变。你无非就是一个好，就是一个敬。如何甲好道，师道代表敬。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注书他人接物，完完满满个做出来，那就是成事啊！那就是祝贺国土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迷失了。文化淡掉咯，现在咱的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无所适从啊！到底学倒一个较好？啊，外国人欣羡中国，中国人家己无爱滴咯。没安怎？是不是等到有一天，外国人完全学中国的，能过来跟外国人去学？敢会行这条路呢？我是有这个可能啊。军书提要。一本书，然后有一天，和翻作世界上各种无同的文字，我相信有人会介意啊，完完满满啊，拢做到。迄个是伊这个啊小国，
伊这城市都是啊，天堂都是叫做世界。每一个人看到拢会生欢喜心，拢会生恭敬心，拢向伊学习了。世界就会进入大同。中国人理想当中的大同世界，就是一切人、一切族群、一切宗教、一切国家，都会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和睦相处了。经过的世界，人跟人都会亲像兄弟姊妹同款，相亲相爱。和经常讲的欢喜充满，相信欢喜心，所以用念佛的方法，得到清净啊，平等觉。念佛三昧道是清净平等觉。真心现前，清净平等觉，都是自性。中国人讲的本性，本性的体，都是清净。就是不动，这五理来对清净平等，就是中国老祖宗讲的本性。本性是什么呢？本性是刚我不美呀、啊！咱伫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、处事待人接物，念念觉你不美。什么是美？雕像就迷了，雕像就染污了。雕像心就动了。有不雕像，真修行。唔通把一切假嘅物件放喺心内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妄。换一句话讲，凡所有相，都无应该放喺心内，包括佛法啦。佛法对小学初级嘅，还叫伊放喺心内，就显法。到个克力境界时阵，就唔通放咧心内咯，放咧心内未当成就三昧。三昧是啥物？自性本定。慧能大师所讲的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！你自性本定啊，所以自性本来是定。像水同款，但江水，江水就代表自性，水清气，无染污，
是清净心，至于平等，无波浪，无波动，代表平等心。清净平等起作用，都是隔离不灭。和尚头前啊，供一杯水啊，表这个意思，不是要好佛用呢？好，咱看到一杯水，都想着讲，佛的用心就是这杯水。那么有佛，都要有水的清净，有水的平等。啊，照见万物，那都是觉，伊的照见啊，伊也无起心，无动念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所以用的是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，就是真心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。用这个心来生活，用这个心来工作，用这个心待人接物。海贤老和尚九十二年表法就是表这个呀。伊的清净平等觉，跟伊念佛迄个佛号是同款的啊，将来唔捌丢失过啊。那是弘一切诸佛如来如是。那一切如来之所修，一切如来之所证，一切如来之所教化众生，拢不离这个。所以啊，这就是第一稀有之法。那咱通常咧讲戒定慧三学，都伫即句内底，清净是戒，平等是定，觉是慧，戒定慧三学圆满具足。啊，持戒目的是得定。那修定的目的是开悟，正宗法门就是用一句佛号啊，六字洪名，这不得了啊！那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，念着这句佛号，其他四法啦、佛法拢总个放下。对海贤老和尚来去咯。伊就是这个修行的方法，伊成功咯。啊，成功了后，伊生无得下去，也是一滴个念落去，伊生无挖完。我阿弯是决定无夹杂其他物件入去啊，第一稀有啊，夹杂都唔是第一稀有，夹杂都变质咯，还真可怜啦、啊。本来已经成佛，一个夹杂，这个希望拢无去咯，马上会去六道内底去啊，去轮回咯。啊，所谓念佛三昧叫不王三昧，这是三昧中王啊。啊，念这句阿弥陀佛啦，唔知是咧修禅定，禅定内底是无上法门啊。这句佛号。啊！大小乘佛法，天教、密教，总包括在其中，一项都无漏去。
将来成就都是大圆满。得到三昧了后，无一法不通。啊，今仔日世尊开演净土法门，鼓励念佛不忘三昧，即相应。应该啊是什么心呢？讲的是什么法？心靠相应啊！助积德法，简单说来对讲，佛说的法叫做无林，在世所无，这世间无的叫做积德啊。佛所得的法，阿育大师跟咱讲清楚了。释迦牟尼所得的法，你什么法？养佛生佛之法。这是真的。现在讲的人无罪，众生福报啊！古代的也有在讲，这一种跟咱表法，诸佛菩萨。宗师大德，古人啊，拢嘛咧为咱说法、表法，咱也会晓看，也会晓听，而且会丢，未晓看，未晓听，当面错过咯。还是什么？家己烦恼习气真重，粗心大意啊！啊，无恭敬心，有怀疑，半信半疑，半信半疑的人啊，太多太多了。伊对老修，老修路都不懂，因为干扰伊，但是初学的人。真容易可以干扰到，伊是不是爱负因果责任？哎呀，伊爱负，万人发生毁灭的责任嘛，这业做足大了，太可怕了。杀人性命最碎啊，断人慧命最大。啊，这人修的有福，我该实现修甲未歹，你该抬死咯。伊四十九天，佮到人间来，佮得到人心，所以这罪无算重。啊！以这个一生拄着佛法，以来生的人心，是不是拄着佛法？问题就真大了。如果一生也未拄着佛法呢，伊未咯，而且世人更加无可能。唔知未到多一生，才有这个机会，才阁拄着。这是说明讲，断人慧命的罪业，比断心命啊大太多太多了。说明佛法难闻呐，说明净土是难中之难，说明亲像
夏联基老技师这种回一本，两路的这个集注太难定了。你看人这个机会登去了，这不得了。呀，伊那是一个明白人，那知影讲事实真相，伊绝对唔敢去做。了解事实真相的人，决定深信切愿，求生净土。什么力量都无办法改变伊啊！像海贤老和尚同款，真正明白咯，真正清楚咯。下面两路各因合掌讲，这番艺术，今日将说各挖自己的啊，凡是六道凡夫，这是救济六道凡夫。太苦了，救济方法有啊，真多啊，真不容易啊。只有一门，就容易，佮真快速，就算是造作，我也是恶。啊！你口气还袂断，都救啊！断了都无救了。这口气无断，更易念佛。你若真肯接受，临终的时阵一念、十念，都会往生。这个法门啊，真正不得了啦！甘要多只法门会当比这个会更加啊殊胜呢？无得切啊，无啊！这个方法今仔日要讲的啊，所以啊，称赞世尊自己的法。在哪里时间到了，咱呢都学习到这地。